程序要正义，程序要正义，司法要公平，司法要公平，相信清白，相信清白，柯P加油，柯P加油。叶民主党提柯P加油的手棒，民众党的支持者不管国民党的何人哭起来，再起就发出一个令，互调各方面的小草站出来勇敢挺阿伯。他是个有雅思证的人，我相信他不会贪。麻烦，没什么事把他放出来好吗？你们打压的已经够了，不要以为我们很软。我们虽然人很少也很理性，我们也是有火气的，好不好？麻烦把他放出来，等一下我们可能会抗议。要求北京放人，小草介激动，早起较无十点，就出现差不多100多位支持者，伫北京的门口靠集合，专列成员挂名店，要捍卫主席的清白。佮有较无9点，就来现场的支持者，各地挂名店自2018年选市长的无话来收听，讲到后场。他要图利是图我们全台北市市民的利，我们市民看在眼里，这种事情真的是绝无法接受。民众都台北市议员陈友成嘛发文声援，透露陈培基医师情形真好，请外界安心。嘛强调已经成立紧急应变小组，掌握主席的动态，捍卫主席的名誉。近日，亲身载车甲陈培基接走的黄珊珊嘛发文讲，陈培基真好，请大家放心。啊，不过检方对陈培基发出挂问题的逮捕令了后，一度风声讲陈培基想要亲身去北检签名，但是根据了解，地检署有发布逮捕令的权利，一般嘛只是送通知和家属，未要求爱亲身来。现场，就算陈培基来签名，嘛未影响到后续提审的程序，甲相关的结果。你的状况还 OK 吗？OK。对，我们有特别做一些什么样的部署吗？我们有做警务规划的状况。就算陈培基中途进前拢无出现，暗过都惊支持者暴动，警察局局长嘛亲身出动，不必让现场出现失控的场景。每日新闻台北报道。更多精彩新闻，请下载 App 订阅《民视新闻网》。